大家好，我是阿灿。新鲜南瓜要怎样做？出锅装盘即可开吃，这样炒出的南瓜丝不出水不变色，口感清甜爽脆下饭，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就帮忙点赞关注评论哟，您的每一个点赞关注评论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